用平板来仓库里瞬狙到底有多强，今天就来试一试啊。这 M24 枪枪秒人咋回事啊？疯狂得分。我宣布对面四个人这把不用出家门口了。四个人亦被我一把 M24 包围啊。这哥们想法有点简单了，想花坛多子弹，想不到是街上的子弹。超人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。比分12-1，就问大家赢还是不赢。为了多增加一些对手的优异体验，自己是善性大发，打得稍微水一点，让对面稍微出来活动两下。这设计师好不容易做的大地图呢，一局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就结束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说啊，兄弟们，知道玩和平该用啥设备了吧？那些大主播啊，一局杀40-50，设备优势占很大很大一部分。当然，我不否认勤奋的练习。这平板弄到手上，正儿八经也就练了顶多1个月，就赶超了自己之前用手机的瞬狙水平。放在别的游戏里，设备优势其实不是那么特别明显，但在和平精英里，设备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。所以我预测以后平板可能还会再削弱一波。现在比分是38-19，全程碾压。最后记得随手点个赞，咱们下期见。比赛结束。